对，我们这一份爱心啊，真的是沉沉无重重无尽沉沉的爱，大爱无过期。非常感恩的心啊，大众能够透过大爱将人，其实能够将福报转为智慧。你看我们每一个法师啊，以及我们诚心都像自家人一样，祝福你们一切都能够圆满。